后面的距离麻烦一下。哎，那行动，我来行动，那行动，那行动，你这脚是行动的，你看我来看看，哎，来看看看看这个角度哦。这个角度哦，对侯市长比较好，对我不公平。来晃太阳，晃太阳，我这个防水啊，晃太阳。来，韩市长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全国代表大会，我非常的感动。在四年前，他在选举的过程当中，侯友宜。做料不敢，他对亚琴开车。啊，面对今年的总统大选，我们两个有共同的信念，都是要为守护中华民国并肩作战。所以我两个斗阵行，斗阵拼，过中华民国过台湾这个土地。所以真感谢，所以兄弟，我们又再度携手合作，谢谢。我非常开心，今天来到这里是国民党办全国党代表大会，等于也是国民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大活动，就像生日蛋糕一样推出来，我们要许三个愿望，所以今天在这里，在全国党代表大会各位关心的朋友之下，我们也许三个愿望。第一个愿望，希望中华民国国运昌隆，人民能够安居乐业。第二个愿望，希望两岸能够和平的交流，和平的发展，海峡两岸永远不会有战争。第三个愿望，本来应该寿星要放在心里，那今天把它讲出来。第三个愿望，希望贪污腐败的民进党，这次我们一定要下架民进党。贪污腐败的民进党是谋财，现在把台湾推向战争是害命。我们一定要让贪污腐败谋财害命的民进党，在中国国民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先生的领导之下，下架民进党，这是我今天的三个心愿。那有希望吗？小心！